大家好，我是一哥，今天正好有机会跟着我爸到这个，曾家垭这边来啊。然后这里有一棵老树，之前我朋友跟我介绍过的，说这棵树几百年了。然后这个名字我很不好记啊，这上面的树名写的叫超叶树，怎么感觉啊？就是，但是跟我爸说这个名字有点不像。这个树很大了，你看我身后，我给大家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下面也是根，看到没有？这整个根部，然后我们转过去。绕过来，看到了吗？这个树是真的很大，好粗的啊！看我们的头顶，非常非常的大。刚才我跟我爸确认一下啊，这个树叫婆朗树，但是这个官方宣称的是这个超叶树，然后科名是玉科，树龄970年。我的天，太大了这个树年。那你们都啊，他根本就还没服下。哦，要不大不了两个齿的时候，让它站着吧，哦，不站的。哎呀，哦，是死啊，虫子了哦。哦，爹地有一个词就是。树龄200年，你看，古树名木保护牌，2013年8月，这个树真的，相比这个还是小了一丢丢，但这个树真的大，你看，在我身后啊，就是这个几百年老树这个地方。刚刚跟那个爷爷聊了一下，我问他，我说你们这知不知道这是不是900多年？他说，不晓得。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树它的年纪太久了，就是一两百年应该长不到这个树这么大啊。到具体是970年，是不是这么多年呢？很难说。但是我觉得肯定有非常非常多年了，我觉得至少不低于500年吧。那这个树非常非常的庞大，是用庞大两个词。我估计整个圈围下来的话，应该要10个人不止啊。我们到这个树上去看这个牌子啊，这都是树啊，看到没有？我走的这地方都是树，这也是树，看着像石头了已经。看这个，博览树，这个叫超叶树，树龄970年，2013年8月定的这个牌子。千年的已经。你得找我啊。哦，它回还是拆下的，是不是？拆的。啊。当时看到你的，你不就新疆要把狗啊，也敢抬呀？是的，是的。那一个要想花，你晓不晓得？花。啊，不可不就花。急不到，主要是。咱俩有没看的？我咋个不给写？我的咋？我还咋个狂的？俺都改去，改成绿的。咱俩也是咱俩要空家伙，他还整这种的鸭肉的，他没也找不着亲他不。鞋套是不是挪被长上了啊？啊，他那上去的地上上上到瓶子上去是你这个只有长期的大期的就会上去的，他学习动物，就学个马虎不知道。你看，结，结都是根哦，结。你看，家伙的，你看不挨着爸爸的，你看结挨着你们都有结，大臭的树根呢，这儿喷的个屎啊姐。哦，这没么土白还整么臭豆腐啊？哎，找不着行。结婚这房间哪一瞅就，那时候我这不是大棚家，大棚，不牛呢？有人大棚啊，抽娃的啊。什么意思？啊？就改换的话，找回头。哦。我都在大山洗澡，活水浪喽。我屁就这一下那个的，这一下的一下还就是在这还那个的，想不想从屁股这那落了？以后不管这混的还有几百上千年，完了再几百上千年，我们是看不到的。这么深，你看这根都好结实的，根都好大一朵粉儿，这鸟你看怎么穿过去的？